Hey everybody. Hey guys. I just want to quickly make this recording and say, look,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people out there that speak fluent, if not perfect English, that why is it weird for some of us foreigners to speak fluent Chinese? I'm here to say it's not that weird, and I'm going to speak some to prove it. Let me get ready first. Okay. 我開始講落去之前咧，係應該介紹下我自己。我個名字叫 Pi， 我係伊朗出世嘅。不過好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大概一歲，我爹哋咧就帶我移民嚟到美國，然後我就響美國長大嘅。咁你可能呢個時候咧問緊自己，點解呢個伊朗出世嘅美國人咧係會識得講中文呢？咁奇怪，其實都唔係好奇怪嘅啫。由個答案咧都係好簡單嘅。在我19岁的时候，我就在温哥华，即是在加拿大那边做过两年的义工。那些义工的工作就是包括到去帮一些中国人的新移民去适应他们在北美的新生活。那些工作是怎样呢？即是我是会去帮那些中国人去学一些英文，去学一些西方文化，即是那些这样的。不过为了这样做，我就需要学广东话的。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了。然后呢，做完个两年的义工之后呢，我就回到去美国，在犹他州的犹他大学呢主修中文和会计。同时呢，我记得同时我都是在个犹他大学的医院呢都是做四年的中文翻译。那我是不是讲普通话呢？那当然了，其实我不会的话，我怎么能拿到我的中文学位？还有这个时候学中文都是很重要，其实是比较重要。你要到中国旅游或者在中国做什么生意的话，你也一定要会普通话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中国人看我，他们看我的样子就会以为我不会说中文的，所以经常就会闹出一些笑话的。比如说有一次我在一个酒店的电梯里，在我后面站着两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子，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就以为我不会说中文了，所以其中一个女孩子对她的朋友说，刚进来的男孩子好帅啊，你和他搭搭话吧。当时我就假装我没有听懂他们说的话，就是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了。过了一下电梯就到我要去的楼层，我就回过头跟他们说，谢谢你们两个，我也觉得你们好漂亮啊。我看他们呆了一下，然后我就回头走了。其实识得讲中文是不只可以帮到你听得明啲靓女咧赞美你嗰啲嘢，又可以帮你去买家私嘅时候咧悭翻好多钱。我仲记得咧有另外一个经验咧，我喺洛杉矶咧系要搬屋嘅时候，就要去买啲新家私。咁我去买嘅时候咧，系入咗一间铺头，个铺头入边咧就有个中国女职员咧，佢就过嚟同我打招呼噶。不过佢系攞英文同我打招呼啊。咁如果有个人攞英文同我打招呼，我都系讲翻英文啊嘛，咁先系有礼貌噶。咁我同佢讲英文嘅时候咧，佢就带我咧睇一睇嗰啲铺头嘅嗰啲家私。睇咗几分钟之后咧，我就见到一件好中意嘅真皮梳发，我真系几想买，所以就问咗个女职员攞英文去问 ，How much is this sofa？ 即系个意思就呢件梳发几多钱啊嘛。咁佢答翻我咧，攞英文去答。$1,000， 即是$1,000啦。咁我听到嘅时候咧，就觉得有啲失望啊，$1,000都系好贵。咁我就觉得，唉，算啦，我睇下佢哋啲有冇啲其他，即系个款又靓，价钱咧会平啲嘅嗰啲家私。不过睇咗几分钟之后咧，我真系几失望啦。睇几分钟之后咧，系冇咩其他我中意嘅家私嘅，所以就翻嚟睇原先嗰个真皮梳发。不过翻嚟嘅时候咧，咁啱有另外一个客人就入咗嚟。他又看啱了同一件梳化，不过他是懂得讲广东话，所以他就问了个女职员，他拿广东话去问，小姐这件梳化多少钱啊？然后呢个女职员呢他就居然答他，唉，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呢，我就$800卖给你啦，好不好？哇，我听到的时候呢真是我心入边几兴啊！有冇搞错咧？你头先话俾我知咧，系$1,000，而家系$800，你搞到$200冇理由噶。然后咧，虽然我心入边好兴咧，我都系即系笑笑口咧，咁样咧去问个小姐。不过今次咧系攞广东话去问，小姐，我唔系个中国人，不过你介唔介意咧？嗰个价钱咧就卖俾我。
佢聽到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好出奇喎。佢呆咗咧幾秒鐘啦，完全冇出到聲啊。然後咧幾秒鐘之後咧，佢就好魚皮咧咁樣講出嚟。唉，好啦，先生，其實同大家講啲咁嘅故仔咧，係因為我想要大家喺外國人面前講中文嘅時候咧，一定要小心啲噶。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唔知佢哋未必聽唔聽，即係你唔知佢哋聽唔聽得明啊嘛，你講嘢聽得明嘅話咧，未必就會發生啲好魚皮嘅事情啦。咁你哋小心啲啦嚇。你哋中意講啲故仔嘅話，我下次同你哋講多啲啦嚇。OK， 好啦，拜拜。